在很远很远的地方，就是国外的地方，所以我就会跟他的信息是接通的，就能够是啊，在梦里面是能够感受到他心里面的情绪是怎么想的，这种感觉是要他。哦，只要你修行修到很清净，就可以接受这些了。很静或者有感应，很灵动的有感应的，这个你很多人有，我们有这个能力。可以啊，努力尽量吧。是啊，可以啊，大家相应呗。嗯。我以前学过那个地道的时候，学上师相应法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还觉得会这样吗？就找现实。同样认知角度的人更容易相应很多。还有一种相应上师相应法，就是他在同一个振动频率的人就容易相应，就会吸引过来，知道吧？但是当然还有一种上师，他比如说假如说我修行啊，假如我证得了空性，或者是我在其他维度证得，或者是什么，那可能是已经有各种化身，那这种化身化身在六道，化身在各种，那你相应的几率就很大。那么如果有一天你相遇到一只鸟，也许是我编的，知道吧？不要把我当成定向。所以上师是无相的啊。如果你相信你的上师的话，他是一个成道者，或者他是无相的，只要对你有触动有帮助，他是上师也罢，是如来也罢，是菩萨也罢，是善知识也罢，是只鸟也罢，都行，随便你叫了，哎，多好多好啊。不要刻意的有一个定向，我想跟这个老师相应，他就没出现在我梦中，是不是我们俩没相应啊？我们俩是不是他不来啊？或者纯粹他心中没我啊？等等这种啊，不是的，各种相出现。就像你看过释迦菩萨在洞里边想见弥勒菩萨的典故是吧？弥勒菩萨一直在洞外等着他，他就看不见，出来看见个老太太，出来又看见个狗，出来还看见个啥？忘了啊，但都是弥勒菩萨。他到最后，等他出来，他最后慈悲心具足圆满的时候，第十一年他出来才看见弥勒菩萨。他说：“弥勒菩萨，我一直因为他把弥勒菩萨看成个定向了，弥勒菩萨一定是大肚子的，他就要见那个相，其他的相不算的，知道吧？所以他出来，他说：‘哇呀，我拜了你十一年，你怎么才来呀？哎呀，我差点放弃了呀！幸亏我坚持下来了。’弥勒菩萨每天一直在这洞口等着跟你相见呢，是你认不出我来吗？他说：‘你不显相，我怎么知道？我一直是这样的，只是你着相不知道看到哪一道去了，知道吧？在哪？因为在每一道，他的相是不一样的，他一定要看他心中的那个相。”心中定的那个相，那你就需要一些功夫了，正量了，心想事成，你想看什么相就看什么相，你知道那会，而不是他视线什么相你看什么相，是你想看什么相他就变成你要有的相，那需要你的正量了。不过我上次对这个上师相应法是特别相信，是什么呢？是的，相应法是最轻松的，但是也比较难。第一是有溯源的人比较容易，缘分比较容易，这是最容易的。还有一种就是智慧了，真的是你走这条路。但是佛学的上师相应法也是比较难修的，密宗的就或者因为密宗谈上师相应法嘛，对有正量的上师，他有些东西你相应，他有什么你有什么，就是他你等于你不修，他的东西全是你的。他修了几十年的东西功夫啊什么境界全部能够过渡到你那儿，但这个它难就难在你得把它当成你自己，相应就是相应到什么，它就是你，它就是你，不是你坐在那儿观想我坐在这儿打坐变成上师的样子，你长成它没用的，你做的一切事都是，也不能说我做的坏事都是它做的，是吧？念念不忘就是上师，就是佛，就是如来，然后你做的一切者也是你，就相应嘛，恭敬供养所有的一切。所以你看看密宗的上师相应法，你看弥勒日巴就是马尔巴说那些大弥勒日巴沙山，他做什么你觉得年轻弟子就我猜我就猜我没有理由的是吧，我要你盖个弥勒日巴，还有其他的大弟子嘛，过节的时候他要把全部财产供养给上师啊，一次然后呢家里边不是留了一只，你看过那个传记吧，
你们看了就过了。其实这个他是不是弥勒日巴，不是马尔巴，看上他那个。有一个大弟子把所有的窑不是给改烧，给烧死送过来，就有只拐腿窑，他觉得不够完美，就留在家里吧。烧死去了，一进门都说你那个拐腿窑怎么没拿过来？然后他就说，哎呀，就是一只窑那个拐腿了，我觉得他又路上不好走，你不要了吧？说不行，全部。为什么？他其实是一种，就是你就是他，你就是你有的就是他有的，你喜欢的就是他喜欢的，一定要这，因为你就是他嘛。所有的东西都是能够分享的，这个是很难的，知道吧？这个很困难，完全放弃自我，完全相信上师能，上师就是你啊，就是两个是一，不是二，是吧？你不是这个很难，马上第一念一半是自我的，我是觉密宗的是这样的啊，还说就是，甚至你看密宗里边，甚至把老婆、把老公都供养给上师，都有这种想，上师要啊，你妻子呢，供养过来。什么都给啊，布施啊，贵，因为众生很难舍的就是这一部分。他可以观想他是上师，但是他的所有的他拥有的都不是上师的，都是他的。那不你是上师吗？我是举个例子啊。当然，现在大家说，老师你要我老公，我给你吧，我就不想要了。你不要的，他也不想要。我告诉你，千万别这样供养。你先烦的，千万不要给你的上师，知道吧？是吧？不是这个意思，是上师相应法，密宗的上师相应法，就能达到这种绝对。这种就他的就是你的，你当你的是他的时候，他的就是你的。比如他成道了，马尔巴、弥勒日巴这些，他成道了，直接就给予啊，灌顶啊，直接印过去啊，功德全部印过去。但这个你很难放下自我的，因为你第一是对上师会疑，你没有收获的时候对上师会怀疑。第二，你甚至怀疑上师圆满没圆满，你敢相信他圆满了能应过去，他有没有功德你都怀疑，是吧？你这个蛮难的，而且那种自我就第一念一定是先想我的自己的，是吧？都是这样，很难做到那么绝。但上师一要求，就上师就像密宗可以，上师一要求说你走这个方法，上师去那儿问你要你执着的东西，你最喜欢的东西，他伸出手拿过来，你该给不给啊，是吧？你不是他吧，你的就是他的，但他就要你最喜欢的，他让你放嘛，他就是从这种相应法来放的，他不是让你借空性的，他是让你放下你最喜欢的，而且相信你的就是他的，你给他就是你的拥有。比如说你把那个杯子放在我这，等于是你拥有了，而不是失去，也不是获取，就是这个交换是没有，是同等的，是等号，但这个就是比较难一点。现在上师也不会这样修，也不会他不会要求弟子这样修，汉传佛教不会这样。很多问就是很多的会有很多的诟病，就是很多众生会这什么法的，这老师有问题。密宗可以，密宗他那边的他的特地的他传承啊什么有这种修法，所以弟子也不会起疑。汉传佛教上师这样修，弟子会生疑的。而且很多就算比如说你修，你知道你修，别人看见也有问题，会生疑的，觉得这个老师他要或者是什么。Thank you.